当我来电话时的闺蜜。你今天下午想打算看点什么呀？我等一下。喂，啊，我跟汉尼逛街呢，没喝酒。哎呀，你快喝，六个六该开啊。不是，我真没喝酒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赶紧的喝吧，喝完还要去蹦迪呢。我蹦迪。说要给小哥打电话，你都忘了。没有小哥哥，我。怎么了？挂了。当闺蜜来电话时。哎，你等会儿电话。喂，啊，你有什么的？他胡说八道，我俩从来不喝酒，我俩只逛街。哎，这感情根本不行。行吧，小哥哥，一会儿我都领走了啊。你接电话，谁呀？浩哥，浩哥。哦，这个东西吧，有的人喜欢吃，有的人不爱吃。这个东西吧，它闻着臭，但是吃着香。这个东西吧，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差点吐，不过再试一次就好。你们都吃过呀？我就吃过一次。我也吃过一次。就一次啊？吃起来软软的，还有点糯。它是榴莲，我们都是臭豆腐，是吧？今天玩点不一样的，来领你们的任务卡。哦，还有任务卡。憋笑挑战，从计时开始，全程憋笑。若笑出生或表现出明显笑容的胜利，挑战失败。胜利方可挑选任意化妆品，指定男生为失败方化妆，失败方需带妆一天。现在就不能笑了吗？走吧，咱去一楼大厅。想笑了。走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能现在告诉一下我们吗？我去了厕所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好，结果很明显，哈尼获胜。那待会儿哈尼可以任意选择化妆品给小迪上妆。现在我们先选一下，到底是哪个男生给小迪化？来看，到底是哪个男生给小迪化？来看。好，哈，你开始挑男生吧。你知道咋开始吗？怎么走？我们那应该一点钟开始。你敢不敢给摄像看看这什么颜色？这什么颜色？天湖蓝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首先你说用天湖蓝呀，它当蓝精灵。它就是蓝，有这个名字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怎么这么好看、啊？哎呀，太好看了！哎，对，我天哪，太好看了，简直太好看了！哎，没错，对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不是？对对，没有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太好看了！一咬，它能发挥它的作用，你知道吧？准备啊，走！一定要注意这个提笔的动作啊！你一定要帅，哇！还有力量，你这，哇，你这简直了！哎呀，哎呀！我的天哪！这就是我顶级一支笔，对，我觉得可以了。